狗定，哈哈，喂，不错，果然厉害，这个药一喷就晕了。哎，看没人拉上车的，哎呦。呀，怎么头没枪烟吓我一跳？你是谁啊？我首燕怎么了？首燕，哎，首燕，醒醒啊！叫不醒了，这不行。我是他外公。哦，你是啊？我刚刚打到去他家了，谁知道刚到他家门口就看他晕倒在那里了。哦，啊、他没事了。哎呀，首燕醒醒啊！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也看没看到他吗？所以，只能先送他去医院去。这样子啊？啊，那。那行，送医院，来，把他扶上车来。哎呦！哎，你干嘛？送他去医院呐、啊！他妈还不知道。他妈，我怕等下他妈找不到他，想不开，所以你帮我通知一下他妈的。那你打电话呀，而且他一个女的，你个外公也不好。他妈手机没电了，我打过好几次了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啊。那行，那我先通知小燕他妈去啊。对对对，还叫他收拾一点那个。他生活用品啊！哦，知道。啊、那你是他外公，啊、外公你要照顾好他哦。那肯定啦。那我先走了啊！啊，快去找他妈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反应快，第二天就把他糊弄了。不行了，既然他发现了，他肯定会通知别人。万一他醒不过来了，我就出不了这个村了，是不是？赶紧把他伪装起来去。还有，我早有准备，这么多伪装工具。嗯，嘿嘿，奶奶，你就是我，不是奶奶哦，是我老伴哦，嘿嘿，这就搞定了。好了，干嘛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得撞到我。我下坡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，嘿嘿，我是退休工人，啊，今天本来想带我老伴过来体验一下。啊，乡村生活，看看农村的风景。谁知道来到这里，他晕倒了。晕倒了。嗯。我怎么没看见过你们呢？那都说我们是城里的人。哎。更可恨的，他来到这里的，就抛锚了，叫也不动，走动。抛锚了？哎。这么巧啊？吓个屁呀、啊！倒霉到顶了。哎，你这有个斗车，能不能？借我用下，推我老伴去医院去。嗯，不行，这个是我的，农用的工具呢，我借了给你了。那我等一下我去哪里找人呀？你另外买一个，我给你，好不好？另外买啊？这值多少钱？哦，我买的时候800块啊。八百。啊。对，我给1000块钱，好不好？1000块。啊。那我就赚了200块。啊。那行。帮我一下，马上给姐姐。拿，够了吧？一千。能不能帮我抬他上车去？还要帮我抬他上车啊？对，我一个老头没力气啊。那奶奶扶好车把我拉下来。啊，那行。哎呦，奶奶，哎呦，奶奶小心啊。哎呀，我儿子的奶奶，我孙子的奶奶，哎呦，放好一点，哎呀，太难了。这个奶奶总有的感觉不对头，没好像有点面善一样啊。哦，可能他讲了大动了，你应该定眼上网了，看见过他像某个明星一样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的。可以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哦。那你小心点啊！啊，那我先走啊！好。他娘的，竟然又让一个人撞见了！哎呀，还有我伪装的坏，这个啊，我走太薄，他认不出来是谁。不过我的面孔他也看见过了，车那个车保安也看见过了。对了，我就把这个东西扔了，不要了。这个也没什么要了，不要了。趁没人把这个衣服也扒了，这样的话就神不知鬼不觉，一个都认不出来了。等到外面村口那保安，我就说啊，她是我奶奶啊，病重了，我要送她去医院。那个保安听到这种状况肯定能放我出去的。
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太高兴了！这个傻老早夜大妈，早夜大妈，哎呀妈呀，你女儿进医院了，快收拾行李去医院照顾她啊！你什么人啊？还诅咒我女儿？我看着，哎呀，我没有病。哎呀，我刚去你家找你都找不到，他们跑了那么久，真的是，就是啊，你爸，小燕的外公，说，小燕啊，他晕倒了。哎呀，我爸早几年都是新农村了，哪里还有爸？不对啊，就是你爸啊，满头白发的，就在那个面包车旁边呢。面包车？对啊，我刚刚叫小燕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面包车那个老头？对啊，老头啊，那个昏迷的那个是我女儿小燕，是女儿呀？难道你连你女儿你都不认识吗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呀，刚才我推个斗车出来，我就是看见那个老头，他说是那个是他老爸，我总感觉到那个人有点熟悉。什么老爸？是你女儿？什么老爸不老爸呢？他是老太婆。老太婆，我还把那个斗车卖给他了，1000块钱呢。我知道了，惨了，肯定他是看见我，他看见我看到过了，他就把那个手艺给伪装了，肯定是这样，肯定是这样。伪装？那我女儿，我还亲自把她卖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？竟然亲手把你女儿给卖了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怎么办？打电话叫保安拦住啊！就一个路口，他肯定我冲好那个路口了。哎呀，我来打。哎呀，你这打电话，喂。保安呐、啊，大事不好了，就是我们村那个小燕被一个坏人给捉走了，是一个老头，一个斗车，哦，手榴啊，他亲手把我女，他把他女儿给推，弄上斗车卖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快在路口那里，凡是男的、中年的、老人的，全部不让出去。嗯，好，嗯，好，就这样。我发抖。不，先打电话报警。我还把我女儿卖了。前面来验一下，干嘛？等一下，干嘛？没看到这个老人病倒了吗？病倒了，那你怎么不叫救护车，还用救护车来推？哎，救护车啊，不要耽误时间吗？我也不认识他，干我话。嗯，这老人衣服都没穿好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哎，刚才的衣服都秃了一半了，我随便帮他盖一盖了。你不知道啊，这老太婆不知道哪一个不对劲。你这么老个人了、啊，还山到山那边砍价，然后给他推车了吧，翻倒了，这个车也盖住他了。幸好我从那里路过，我就把他扶上车，上面推他去医院去、哦。你是好心人了啊！但是这样你不能过去先，因为我们村出事了。刚刚有一个外公、啊、老人哦进我们村，把我们一个村民。美女给抓了哦，有这种事？对啊，那你把那个坏人抓住就可以了。我丢下这老人去，你这抓你认识他吗？他哦，如果你认识的话，你就送他去医院，反正我不认识他，不认识他，对啊，难道是隔壁村的？既然不认识他的话，就难搞了，只有先送他去医院不？不然等下来这里探亲了吧？都说在山上砍柴了。啊、刚才那有一车柴呀、啊、那柴也把它压住了，我车压了，这种情况啊，如果得不到有效救治的话，很容易 barbecue 的哦，所以呢现在不和你扯那么多，马上送去医院，要不你送去，要不我送去。那既然这样，你也不是那个老头，那我登记一下就要你过去吧。那赶紧那个救命要紧。是啊，救人有救我啊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所以啊我要看要啊，有需要帮助了我就帮助啊啊。那你不帮我进去送去吗？我要站岗啊，那个坏人还没抓到，我要站在这里。哦，那行，那个坏人啊，你好站岗，我送他去医院了呢。师弟有没有登记啊？任何出入的人员？我女儿呢？登记了，没看到你女儿，但是刚刚有一个中年男人推着老奶奶出去了。中年、嗯、我刚刚登记了、嗯、我看到那个老爷爷的呀。这个男人不就是那个老爷爷吗？啊，等着这个。对呀、啊，等着这个就是我女儿呀、啊。那个就是、啊、他怎么戴白发了？就是你女儿啊，是肯定就是他、啊、
肯定就是伪装啦，像刚刚你说的，就是不知道他是你女儿，所以亲手就把你女儿送在那个倒车啦。刚才我怎么没想到是我女儿？我感觉总感觉到她很面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她要出去了吗？多久啊？出去有5分钟。5分钟，不急，我们开车去追。他推倒车肯定不快了，我们开车。快点，走走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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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